这两个英语单词 can 和 can't，你明明知道它们怎么发音，但为什么每次看美剧的时候还是听不出来区别呢？自己讲话的时候也总感觉到别扭，这可能是因为呀、啊，你的注意力放错了地方。我来告诉你，真正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The idea for this very video came from a message that one of you sent me. So, for you to get more out of this experience, write comments, ask questions, start a discussion, share your knowledge, help each other, give me your thumbs up, and forward my videos to your friends. You are a big part of making the content that you want to see. So, use your voice and have fun! Today, we're looking at these two words can and can't. You know, sometimes we stare at this one particular thing so much that we're blind to the big picture. So let's all take a deep breath, relax, step back, and look at the big picture with me. 重音，也就是在一句话里面，为了有效的表达我们的意思，我们需不需要强调某一个词？当 can 这个词被强调的时候，它是一种读音；当它不被强调的时候，是另一种读音。其实啊，就是这么简单。所以，看似是对两个单词发音的不确定。 其实真正的原因呐、啊，是你还没有跟上一句话的起伏和旋律。Can，当它被强调的时候呢，它的发音是 can，can can。这里啊，字母 a 的发音和这些词里是一样的。Can，cat，land。当这个词被弱读的时候，它的发音是 can，can can。 字母 a 的发音是 a，、啊、嘴巴、舌头放松，发出一个很弱的音 a、啊。接下来呢，记住把你的嗯发到位哦，嗯嗯，can 好，再来看“不能”这个词，这个带有撇号和 t 的 can't。Can t 在美式发音里面呢，只有一种发音，那就是重读的 can，再加一个 t。当不能出现在一句话里面的时候呢，它通常总是被强调的一个词，所以呢，它总是处在被重读的状态下。在结尾的 t 呢，发音很弱，并且呢，经常会变成 stop t 处理，也就是所谓的 t 吞音。其实呀，吞音这个翻译稍微有一点点误导。 这个 t 呢，并不是真的被吞掉、消失掉了，它只不过是没有爆破出来。但是呢，你的嘴巴要做出发 t 音的准备。有关吞音的技巧呢，我之前做了一个详细的讲解视频，需要温习一下的小伙伴可以再看一遍哟。那么当 t 是 stop t 的时候呢，读出来是这个样子的。can。can。 那么听起来呢，这么接近 can，那该怎么区分呢？Can't 几乎总是被重读，但是呢，can 通常是被弱读的。我们来看一些例子。Can you see it？你能看见它吗？在这句话里面被强调的是哪个词？是 can 吗？不是的，这里强调的词啊是 see。这句话把 can 去掉。 完全不改变它的意思。Can you see it？和 You see it，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呀、啊、，can 并不被强调，它就自然被弱读了，变成 can。Can you see it？Can you see it？那么再来对比这句话，Can't you see it？这句话怎么理解呢？难道你看不见吗？就在那儿呀。 在这里呀、啊、，can't 被强调了，而且呢，结尾的 t 发音很明显，因为呢，它和后面的 u 的发音连接上了。Can't you see it？这里的 see 呢也是被强调的。Can't you see it？两句话放在一起再对比一下。Can you see it？Can't you see it？再来看一个例子，你可以吗？ Can you？这里的 can 可以被强调，读成 Can you？也可以弱读 Can you？但是啊，英语奇妙的地方出现了，这句话也可以强调 you，并且呢弱读 can。Can you？Can you？如果这样的话呢，意思就变了。你能听出来怎么变了吗？ 其实这个英语的现象并不复杂，它和中文是一样的呀。你想想，中文里面“你可以吗”这句话，如果强调不同的字，它是不是会表达出不同的意思呢？“你可以吗”强调可以，“你可以吗”如果强调你，“你可以吗”这句话暗示了什么意思？对了。 别人都不行，你可以。所以啊，再来听一听这两句话。Can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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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听出区别来了？很有意思，对吧？再来看这句话。Can you do that? Can 是弱读的。Can you do that for me? Can you be there? can you be there at 10 can you hear me can you hear me I can hear you I can't hear you I can't hear you he can cook he can cook he can't cook he can't cook, he can't cook. 这句话很有意思, 但是呢，当语境或者重音不同的时候呢，读出来会是不同的意思。比如，Who's gonna cook dinner tonight? He can cook，强调的是 he，意思呢就是这顿饭可以由他来做。但是呢，如果转换重音到 cook 这个词上呢，He can cook，He can cook，, he can cook 这就表达了他会做饭的意思。 但是，当我们再进一步夸张地强调 "cook" 这个词的时候，表达出来的又是另外一个意思了。Oh, he can cook, he can cook。这就是在说呀，他超级会做饭，他做的饭不是一般的好吃。所以呀、啊，你别小看了英语里的重读哟。其实，重读和节奏是口语交流的灵魂。 你对比一下同样的意思，这两种说法哪一种能够更有效地传达你的情感和你的性格？第一种，He can cook very well。第二种，Oh, he can cook。所以啊，你在练习口语的时候，多花点时间琢磨一下这些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其实包含着惊人效果的细节，这会让你对英语口语有更深层次的掌控。 所以你看，我们之所以学习英语发音，只是单纯的为了把一个音给发准那么简单吗？还是为了更灵活的、更高效的、更精准的传达你的思想和你的情感呢？语言交流的真谛到底是什么呢？你有什么感想吗？一定要留言给我呀！